针对网络影片违规，分局获报于6月3日18时22分许，在潮州镇建寿路段发生张姓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狗只发生碰撞，造成骑士摔倒受伤，已送医治疗中，九车之危矣。警方到场时未发现该狗只几事，已持续调查中。警方呼吁民众家中毛小孩应适当方式约束看护，以维护宠物及用户的安全。本日7时25分，在本辖新埔镇中正路发生车祸，有孩童因未注意左右来车，奔跑穿越车道，致机车骑士闪避不及，撞上倒地。按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第3款，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警方在此呼吁用路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，行人穿越马路，请依标志标显号志之指示，并注意左右来车，注意自身及他人安全。